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行山郊野。今天我们来行狮子山望夫石。首先我们经天桥去到红梅谷路，沿住红梅谷路行，不要上红梅谷，上天桥。剛才的路程就比較複雜啦，終於到了正式起點啦，那我們出發。現在我們向著望夫石這樣出發啦，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回歸亭啦，之後兜一個大圈去獅子山山頂，之後落回回歸亭，之後就到黃大仙嘅。长度是 5.4 公里，需要4个钟，难度是4星级，需要手套。呢度咧就是望夫石啦，去住回归亭进发。各位，我哋已经到达回归亭啦。咁回归亭前面咧一笪美景啦，见到启德啊、香港、九龙嘅地方。好，之后咧我哋就依度行上去山顶嘅。咁之后咧，从山顶有条路兜翻过嚟去翻到回归亭，再沿住依条路咧，依条路咧，咁咧就落翻黄大仙就嘅风雨亭。前面咧，我哋转右先上狮子头，再落翻嚟转咗去嗰个腰度。我哋而家目前身处喺狮子山顶啦，咁你见景色非常之靓，系啦。咁我哋而家喺个头度嘅，咁呢度咧就系狮子山腰，咁就应该系狮子山顶嘅。经过我哋行一段好长嘅时间咧，我哋终于到达狮子山嘅山顶啦，495米。咁见到沿途风景非常之靓。咁我哋去完呢个狮子山顶，去完就依条路落翻去回归亭嗰度嘅。去回归亭之后就落黄大仙走。咁我哋就唔行回头路啦。我哋总结今日嘅行程啦，咁今日嘅行程咧就比较长少同埋辛苦少少，加上今日咧冇乜风同埋晚月嘅太阳，所以咧都有啲辛苦。咁而且今次路线都有啲崎岖嘅，但系咧就啲风景都几靓，系啦，见到可以望到九龙一带啊、沙田一带嘅风景。但系咧，我记得个假期咧，我都行过狮子山，见到好多家庭都會上去獅子山嘅，咁咧我都推介一家大細咧，個小朋友大少少去行呢個獅子山，而且咧就喺獅子山上咁樣來回落翻去獅子山嘅。如果咁樣行咧，就會簡單啲，冇咁辛苦啦，同埋短啲嘅。而家咧，我哋去翻回歸亭啦，唔兜回頭路啦，之後就落黃大仙走人。
喺呢度咧行落去咧就會再轉左咧就會係黃大仙市中心啦。咁咧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！記住訂閱呢個頻道，目標係1000個訂閱，同埋按讚喺呢個影片度。